有了，请寿星下车啊！寿星已经下车了，请小猫咪下下车，请寿星上电梯，请寿星回头，请寿星跟小猫咪回头。谢谢摄影机回头，谢谢。我回头的。那你们穿这颜色真漂亮，好像橘子跟柳丁哦、喔，这个好可爱呀、喔！走啦，你看这，我觉得这也很可爱嘞。来，走啦，走啦。理你耶？怎么？不想理我呀？对耶。很可爱啊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老男人就是这样子啊。猫咪，猫咪你好可爱哦、喔。可以用你家电话吗，猫咪？他也不想理你啊。他也不想理你。是啊、喔。各位观众，我考你一个谜题：一窝座是什么座？一窝座是。是小三，小三星座的，它是。一窝座是哪一座？哪座？哪一座？一窝座。好啊。一窝座是一窝座，接是那个座。先为你们做点餐呢、啊，先帮先从沙拉的部分开始先选。两条蟹。两个都是软壳蟹沙拉，两个蟹有两个蟹。再帮选猴食，一个杏鲍菇。茶碗蒸。一个茶碗蒸。再帮选汤品，蒜香海鲜。金沙南瓜。金沙南瓜。再帮选主餐，古香酥烤鸭胸。香蒜瓦片。再帮选猴食，大饭团。一个野菜天妇罗。野菜天妇罗。再帮选甜点，还有个冰淇淋。好，再帮我选饮料。内用了。还有两个月食，对，好。乌龙茶。全米鲜奶，全米鲜奶茶。这是你的部分，稍后结账的时候按上面的兑换，就是给柜台人员扫码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寿星吃软壳蟹。整只吗，小红？我只要这四只脚就好。好，我再帮您上前菜，香炸杏鲍菇，干贝海鲜茶碗蒸。我们自己家是没办法。还有挑嘞？知道。好了。那我再为您上汤。这应该比较好吧？一道酸香海鲜炖汤。谢谢，慢用。刚刚关注好，今天南关卤汤，我们用哦。好，我自己帮你上主餐哦。一人咬一口来，快点，妹妹来，炸饭团，外面酥酥脆脆，里面非常好吃，还有松露，加点松露，还有牛奶。炸饭团是最经典的。好啊。那今天拿了一下喽，也是天赋的温柔冷面。今天是客户吃给他们炸，这个是姑妈酱给他们面条。谁？地瓜谁呀、啊？炸这个谁呀、啊？妹妹要不要？妹妹要不要？妹妹要不要？妹妹不要。妹妹要不要？要。姐炸一片好不好？姐姐炸一片好不好？这个。那香菇呢？炸香菇谁呀、啊？妹妹炸香菇要不要？炸小树 baby 要不要？小树 baby。好，你们也不吃。炸茄子来。不要，绝对不要。炸一片地瓜要不要？给猫咪，姐姐要不要？要。好，那给猫咪。哎，不要！哎，那我这个换这个。嗯。然后呢？请爸爸。好。爸爸用空气换这个。不用了哈，乖乖的。对。
宿舍吗？对啊。我们可以戴那个帽子啊，这样唱歌就好了。好。那蛋糕谁要吃？我不要。好，这个是劝换的两个子女。有没有人要吃月亮紫米的？我们到冰城，放这边吗？他喵的，对。因为你的红豆粒。你飞起来了。你看，我都飞起来了，你快看，我都飞起来了，哇，对，这是红豆。眼睛睁大一点，来三，下一个，下一个啦。我也很难跳，那你洗好了送给你们，生日快乐。OK 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有没有要吃玄米的？有没有要吃玄米的？